我们且看看凶名在外的西夏王子，长成怎么个茹毛饮血的模样。 相公不在督察院巡查事务，倒有闲心在这儿喝茶呀。那些破事儿，早就让老杨头他们给做了。哎，你来做甚？西夏使团，他们的卫兵从我军营抽调，我得监督这帮小兔崽子有没有认真工作。哎，这小报上还有一诺的画像啊。听说这西夏王子杀人成性，性情暴烈。没错。 他好战喜功，喜欢使用武力。听说他8岁单手徒劳，12岁手刃叔父，15岁参加部落战争立下奇功。他自幼丧母和继母的关系不和，成年之后就屠了继母全家。他的暴虐行为广为流传，但是西夏王倒是非常欣赏的。禽兽啊！ 西夏王换过几任王后，现在掌管后宫的是野利王后。野利王后育有一子，名叫哈尔敦，在野利家族和王后的积极运作下，被立为太子。伊诺王子乃西夏王前妃所生，在军中口碑极佳，论人脉资历战功，太子哈尔敦尚且无法与之比肩。哎，你看，这伊诺王子长相威武。 神采飞扬，目光炯炯有神，霸气凛然，实在是男人中的男人啊！